社会企业如何既赚钱又改善社会。公平贸易就是 trade not aid， 让这个利润更多的回到这个生产者手上。我从来不给他们捐款，可是他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到合理的报酬。格拉米银行它是你要来贷款，它要求你做16个决定，你赚了钱之后让你家人吃饱啊，鼓励你要参与这个社会的合作。台湾社企发展为何落后英美？人家国外都发展了20-30年，现在台湾在非常幼儿期，现在想要说我就要立一步法，其实你都是抄袭别人的经验。欧美国家他们有学校里面的社区参与这件事情，他们可能从小学就开始，像我们现在也许从中小学校开始就可以做一些这个社会参与的事情。社企力能解决哪些问题？黑暗对话，黑暗里面只有盲人才是我们看得见的人，盲人原本不被期待的人变成一个有贡献社会的人。英国的没落的小镇，社区里面缺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结果所得提高了，失业率降低了。请锁定星期天财经新世界。